暖暖张文科，咱来故事看漫地。今仔日绘本故事的主题叫做米小炊。米小炊是较早的囡仔上着耍的佚佗之一。空中好朋友，敢要记得细汉的时阵安怎耍米小炊呢？咱继续做伙来听沈鸿杰老师伊个人的经验，也佮有耍米小炊感想。世界科技行进步，台湾文史倒翻靠。米小炊要安那算嘞？就是讲一群囡仔，吼，愈济个愈好，哦，上好有几十个，吼，啊那无吼，嘛爱有五个人以上，啊那两三个、三四个，实在是无虾米好算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这是囡仔自细汉开始团体生活的开始，啊，选一个所在，可比讲一支电扇，吼，哎，啊是边个一个叶，安尼，啊做啥？做本基地，做基地出发的基地，吼、哦，可比讲一点三来讲，哦，这个点三要掠人的，这个吼、哦，咱讲做做鬼，吼、哦，做鬼要讲掠，去互鬼掠，去互鬼拖呀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伊都爱拍个点三，啊，大家要走的时呢，爱到伊的脚床底吼，甲、哦、拍一个做信号讲，哎，一个人离开啊，两个人离开啊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要算的是伊就知影讲拢总几个人在算啊。等哦，大家拢总甲拍了的，拍甲装拍了的时阵呢，伊就会问啊：“米好未？大家拢米好未？”吼、哦、啊，离较远的人呢，就爱话米好啊，爱就开始找啊，找人。哎，即摆去找人的时阵呢，伊离开这支电扇去找人的时，已经互伊找无到的离电扇较近的人，就开始倒转来望这支电扇，表示讲伊已经倒转来啊，吼、哦。倒转来成功啊，必成功啊，抓不到啊！啊，啊，那是较远的呢。只要伊行过，这做鬼的人呐，行过啊，会得使啊。啊，但是伊那歪转头，做鬼的人歪转头，看到讲哦，有人啊，伊都爱约约个到啊，约个倒转来安尼。啊，这一方面是咧训练囡仔的迄个思考力、吼、哦、观察力，啊，一方面呢，嘛是咧练脚力啦，吼、哦。较够走安尼，较够爬安尼吼。啊，这个味的所在吼，爱有功夫。有个人吼，足够味的，选择所在吼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去闭在草根啊卡安尼吼，味较互人找无。啊，这是古早囡仔耍。啊，咱知影囡仔是透过做伙耍、斗阵佚佗来学习社会规矩、甲做人的道理。所以伫咧耍的过程中，拢爱遵守君子的约束。较早的囡仔咧耍吼，有真正心识，大家拢自细汉都爱讲君子，吼、哦，大人才会阿皮无君子，吼、哦，啊那囡仔呢，自细汉都拢会佚佗的时候，都拢会学这个要安那君子，吼、哦，啊那像来就做安尼讲，来，大家讲好一个代志，讲好就讲好啊哦，吼、哦，镜头。伸出来，狗啊，狗好好，无影你走路会跌倒，吼、哦，就惨就对了啦。你咱讲的代志，讲的话吼，一定爱有遵守，爱有影哦，无影你会跌倒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狗啊，狗金龟，无影你会衰，哈、哦，狗啊，狗手指，手指的镜头啊，手镜头啊，哈、哦，无影你会死，哦，这都更加严重啊，哦，人上惊死的，哦，啊，这项就惨。就是讲，咱镜头啊交过了，就拢爱有尊神啊。暖暖咱们去，咱的故事叹万代。为着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。咱特别伫今年六月份举办三合院的基地征文活动，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，踊跃来投稿。
今日咱们来分享的这篇作品是来自台北市蔡天向先生所写的《门口埕》，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三合院的基地，1960年代，我出世伫家己的布袋厝。阮公阿开布店，阿爸和伊的兄哥对阿公咧做生意，大家做伙住伫三合院。正身是布店的店面，有三间宽。地面啊，含土做壁斗，抹石灰，厝尾顶盖红叶旗啊。中间的后壁间是神明厅，按厅门出来的倒手边是凉亭。阿公、阿嬷甲伯阿姐的时段咧徛，阿爸是细，娶某囝住伫好平。接线是兄大鼎的灶卡，西巷啊间交低调。神明厅含即香坪、火灵围做一个灯柱形的门口埕，涂骹铺红砖啊，是阮规家伙啊出出入入的所在。彼时妹阿妈、母啊，就伫门口埕，甲头骨花花的姐啊洗头，哪俩杀母哪念讲，无卫生阁唔捌字。伸手用指甲把纱帽剪好死，我伫边啊坐落脚桶洗身躯。阿爸用剃头刀甲我烤臭头皮啊，烤甲是老血老滴。我那话又讲阿娘话，煞尾才阁打膏药。阮这阵囡仔20个，拢结拜兄弟姐妹。最爱在门口埕暗国家，一个人做鬼，剩的走去觅偷鞋，给鬼抓到的爱高铁做鬼。我真好觅，不怕给鬼抓到。撇步是走去觅店西巷仔的天棚顶啊，双手搭咧北边饼，双脚随后晾去咧南边饼间咧，就安尼面向西巷仔坑倒退路背悬，一个脚一个手。一直到尻川皮拄到天棚，十外冬后，到我读高中的时，兄哥才讲予我知，彼时毋是你咬米，是西巷仔间臭哥哥，阁有西巷仔头咧尿尿蛇，连鬼嘛无爱去甲你抓。回想门口埕的家族过往，就亲像挂伫神明厅旧时的发条时钟，大基尖约细基尖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行到发条灵气，才去甲教案，甲我的目屎甲笑脸，嘛加加智慧。
你看咧，真凉爽，水有食草，笋残花，乌树娘娃来作伴，脚只顶徛咧看关山，咪咧哆咪咧哆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灯食饱烟酸酸，五秋山孤红的烟。石脚月娘出遐顶，咪咧哆，咪咧哆，咱台